今天全美关注的焦点，如果说特朗普排第二的话，那神仙也排不了第一。新闻大家都看了吧，董王被捕了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前总统。是被捕不是坐牢哈。虽然检方指控多达34项罪名，但真正有杀伤力的就是咱们之前呢聊过两期的封口费。腰以下的作风出问题，在满口仁义道德的印度一旦曝光了，可能名声啊会被搞臭搞烂，但在立身不紧的欧美那都不叫事儿。就像克林顿的拉链门一样，大家关心的不是他拉链拉没拉好，而是你说没说实话。毕竟啊，公德和私德那是两码事儿。特朗普的私德有没有问题，他媳妇儿梅拉尼亚都不在乎，你说八竿子打不着的吃瓜群众有啥好在乎的？而至于封口费这种私事儿是否用公费报销，是否影响到当初的大选，怎么说呢，特朗普啊下课都三年了，从16年上台以来，包括对封口费、通俄门在内的五花八门的调查从来就没停止过，能查出来的理论上早就查出来了，查不出来的想查出来那也得想个万全之策。毕竟啊，董王他可是个玩流量的高手，不然很有可能是猪队友神助攻。本来因为之前社交账号的封杀发不出声音来，这一来反而是赚足了眼球，引爆了流量。您看这一次第一个爆料可能被抓的他就是董王自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刑事指控的前总统，并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。但是发现已经扭转不了，改变不了了，那破釜沉舟丧事喜办也是一步好棋。所以您看董王这次高调驾到，民主党老巢纽约接受指控，关注度那简直堪比当年教皇驾到。而民主党方面呢，如果把控不好，那就极有可能是羊肉没吃着，反惹一身骚。我知道粉丝群的朋友对董王的态度也是众说纷纭，大相径庭，反感他破坏规则造成撕裂反感的不得了，喜欢他治大国如做生意，精明强干有能力的又喜欢的不得了。但是还好不像有些美国房东的死忠粉们一样，大家都会独立思考并不盲从。粉丝群有个朋友说得好，说这就像咱们用手机，苹果好用咱就用苹果的，安卓好用咱就用安卓的，如果需要标榜自己爱国那就用华为的，各取所需为我所用。因为手机它不是主人，咱们才是手机的主人呢、谁会傻到对一个手机整天哭天抹泪三叩九拜五体投地呢？那不是拿个棒槌当消吹，还给自己取个东洋名字缺心眼子吗？您觉得呢？我是定风波，下回咱们接着说。